李正先聊我们抢七。好。吃不到那个鸡排，我还以为你难过，因为下雨的声音了。就是因为下雨，所以吃不到那个鸡排。你要吃什么鸡排？他家楼下鸡排好像很好吃，昨天看到。我期待一整天，就是等那个鸡排。哇！结果吃不到。他家楼下的鸡排。第一局输了，真的吗？我听到鸡排就直接输了，我也好想吃鸡排啊！新爵江的鸡排，没吃过。我只吃过那个什么恶魔还是天使来着，那个我觉得我不喜欢，不好吃。噱头，急，就是有点太夸大了，不是不好吃，就是 OK， 更正是 OK， 避免等下被人家嘴OK， 但是没有到哦，超级好吃，没有这种事情，就是 OK 而已。有推荐吗？有啊有啊，我一直都在推的啊，因为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买了，就是新爵江，我每次忘记那条是什么路哎，高雄新爵江的那个文仁爱眼镜下面那一间鸡排跟法郎一比零，好一比零一比零。来，我马上帮你 Google 一下是什么路。啊，那间鸡排为什么好吃？就是那间是阿亮鸡排，然后为什么好吃？是因为它不用回锅油，然后。然后你吃就会很明显感觉到，它的鸡排可以锁住那个鸡汁，鲜嫩多汁，然后又不油腻。好饿哦！那家是我吃到现在我唯一敢推你们的东西啊，因为我不随便乱推人家不好吃的东西。就跟工商一样，我绝对不会乱推人家什么不好玩的游戏给你们。每一个都是好玩，每一个都是经典，包含我们这个十点要玩的暴雪英霸。走回约炮区，然后走回约会区。没有啦，那间鸡排真的好吃啦。文化路，文化路是不是？嗯。跟什么路的交叉口？文化路跟。文衡吗？文化路跟文衡二路。文化路跟文衡二路的交叉口，在仁爱眼镜下方的阿亮鸡排。对面现在是艾迪达。我没有骗你们，那间是我吃过唯一好吃的鸡排。唯一好吃的鸡排 ，OK 跟好吃是两回事哦，好不好 ？OK 跟好吃是两回事。然后没有啦，看人吗？然后等一下，这个十点的暴雪工商也是非常好玩的游戏，
干，赶快帮我挂一个，上次人数碰到250，真是快吐血了。我跟你们开玩笑，快被厂商干赔了。等一下会跟草草一起玩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会跟草草一起玩。等一下还会有草草的视讯。我很饿。你很饿？你很想吃鸡排？好想吃。我也很想吃啊，我超级想吃的。虽然我家楼下就两家了。有人想跟我们一起玩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什么好？叶，你说什么东西？一起玩。一起玩什么？暴雪英霸是不是？而暴雪英霸没有那个 MOBA 游戏底子，还是要重新摸啊，稍微摸一下。走了，等一下让我先摸。你要摸？啊，2-1，哇！直接炸开！暴雪，我们应该会收快速对战啊，我们会收快速对战，但是我跟查查的等级比较低，耶、yeah ！会遇到比较烂的吗？嗯？会遇到比较弱的吗？会啊，会啊！上次跟辉一起玩都是40人的，太强了，头好痛哦。闪机线，哇！谢谢，没关系，我至少带到你，不然真是没什么。哎、欸，其实，拜拜，我回来了，叶颖，拜拜，我回来了，拜拜，我回来了。因为有你，啊，怎么这样？喂，怎么这样？叶颖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时间点都不知道机器人在哪里啊！不要哦，没事没事，吓死宝宝！滚住！
我在你前面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哇，完蛋！疯狂直跳！哦哟！啊啊啊啊啊！啊！一比三。等一下应该直接收快速对战吧，因为我观众如果有在玩的，通常都40等啊，好可怕啊！包哥是要洗多久？没关系啦，习惯了。有耶！不愧是真男人，选了一张自己不熟的地图。练习，当作考验。我只要跟着你的路线，吃吃喂牛。不用。你怎么那么累？我好累哦。我要凹你说，我最佳的话加飘哎、欸。耶、欸！有机会嘞！天助我也！完蛋！这个距离好难追哦。不来一个大的感觉好像没救了，我可能也会来个大的吧，我没有练手。啊！追不到啦！好难追哦，当初钓鱼没救了。你还有38，不错。1-4。好哦。等你啊。1-4。好，1-4。好猛哦！被 bait 了。相差的椅子很贵吗？不贵啊，不贵啊，怎么会贵？我没有花钱买。如果你想要买这个椅子，有9折的优惠，我有这个专属的优惠代码可以给你。好久没跑张图了、哦。对啊，突然想到有这个可以玩。TRY 之后，我就没再也没跑过这样烂图了。再见了，夜影。我会回去的，我会回去的。喂，我的鸡排。哎呀，我们是有赌鸡排是不是？怎么突然间变成有赌鸡排了？
弹外飘。什么 ？Uncle Back。尾流，尾流。活着。这个弯直接摔过去。哎、欸，我活下来了。我还有机会啊。没有没有，你没机会了。哇！哎、欸，看，我突然想到电竞三年总冠军最后一场是这个哎、欸。哦，对啊。然后我输了。说越大。电竞四年最后一场是雪山，然后我也输了。电竞五年，我想一下是什么？电竞四年不是坐标吗？雪山呐、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，是坐标、哦。电竞五年最后一张是巴西。电竞五年是巴西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尖峰利器嘛，巴西。好多图哦。